你看前面那蓝门，这店面啊，我租下来了，是开小卖部还是开餐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觉得以你的手艺啊，开个餐馆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刚才一路过来，你看见了吧？这么多铺面，一家餐馆都没有。干脆这样，我们就开饭店，一定能挣钱。或者我们再把这个铺面租出去，做早点，又是一笔固定收入。进去看看。你有了这家店面呢，就用不着看天吃饭，还得受人欺负。来，进去看看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你猜我怎么弄的？这儿呢，我们给弄一个小柜台，然后呢，这儿我觉着吧，应该可以放上个五六张桌子，没问题。厨房，这厨房就在里头了，啊，反正我也不懂，你来负责吧，弄得好点，给我一报价就行了。志明哥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哎呀，做就得做好的，不然哪有竞争力啊，对吧？志明哥。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算了，你就好好的干，钱的事情啊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由我来负责。还有啊，给糖糖找一家这个托儿所，这样你干起活来心里边踏实。还没睡啊？等你。我不是跟你说有饭局吗？别等我。坐。怎么了？这么严肃？有件事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五万块钱，你拿去干什么了？哪五万块钱啊？从店里账上支出去那五万，炒股了呗？炒股？啊？真的炒股？真的？那你说说，现在股市上什么情况？你问这些干什么呀？你也不感兴趣？了解一下嘛。那你那钱买哪只股了？买钢铁股呗。这。钢铁股的走势呢，最近比较强劲，挺好的。你撒谎！谁撒谎啊？你就是在撒谎！那钱你根本就没有投到股市上。谁跟你说的？我查过了，你开户的那个证交所的老总跟林飞亚，跟林飞亚是好朋友。你查我？这算查吗？我就是想知道你拿那五万块钱干什么去了。你管得着吗你？杨西北，我查过你的账吗？我问过你资金流向吗？这电器户是我的，我有权支配账上的钱。我是不是每件事情都得通过你同意？妈，是你，你不用这么态度跟我说话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吵架是你无理取闹，你才无理取闹呢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最近有点不对劲，你知不知道？说了这么半天，你就是不告诉我钱去哪儿了，你还撒谎，还骗我，你心里有鬼。我心里有鬼？对，你心里就是有鬼。行，你不是神通广大吗？你查去啊！你问我干什么呀？你，马志明。马志明，
妈，对不起啊，把您吵醒了。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，他怎么能对你这样说话啊？他也不想想，这铺子是谁帮他开的？没有你，他能有今天吗？啊，你管得对，妈支持你。没事了，妈，回去睡吧。我跟你说，那5万块啊，八成是他借人了。这小子破船好揽事儿，架不住别人的几句甜言蜜语，一说呀他就找不着北了。啊，你睡吧，明天我问问他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睡吧。西梅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我不应该向你发火。那5万块钱我借给朋友了，但是你放心，这次一定会还回来的。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早上哪儿去啊？啊，出去办点事儿。哎，你别走，我问你，那5万块钱算怎么回事？我已经跟细妹解释过，借朋友了。哪个朋友啊？回来跟您说吧。你忘了，当初借给罗丽丽钱的时候，差点搞得家破人亡。你好了伤疤忘了疼了你，你这记性哪儿去了？怪不得你媳妇儿不高兴呢。妈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我从小您不就教育我做人要大气，要仗义，要乐于助人吗？我没让你不助人呢。这俗话说了啊，救急不救穷，朋友有难咱们应该帮助，但是你应该告诉你媳妇儿，不应该瞒着她呀。我跟她解释过。志民呐，这细妹这几年呢操持这个家不容易，你应该体谅她。有些话呀我也不便说，但是我得提醒你，你千万千万不能做对不起细妹的事儿。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警告你，你要做对不起细妹的事儿，我首先就饶不了你。中午回不回来吃啊？不回了。儿大不由娘啊，翅膀硬了就不听话了。你们也有老的时候。
老板拿瓶啤酒。哎，马上来啊！老板上菜，快！好了，箱子上菜，上菜。来了来了。来来来，有地儿有地儿，这边坐。哎，老板，那菜是我们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上班花。老板拿个汤，拿个汤勺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老板再拿个杯子。哎，好嘞，来了来了。孩子，怎么了？啊！娘，宗主啊！孩子，怎么了？啊？告诉妈，怎么了？妈。你记一下啊，哎，12块一个，38块一个，18块2个，1个2块，2个4块。哎，我真没想到啊，这武士生意也这么好啊，看来这发展空间还挺大的。哎，我说箱子，我们可以把这脚步再迈得大一点，多请几个服务员，推出送餐服务。志明哥，嗯，等新来的服务员上班，你就回去吧。这么快就想赶我走了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觉得，不能因为我打扰你的生活，你把自个儿的生意都耽误了。行。等你上了正轨啊，我就撤，行了吧？你这个大老板啊，只要每个月过来收钱就是了。我什么大老板？我本来就是大老板。哦，对了，志明哥，那个厨房那个墙上插座好像有点漏电，我刚才差点没被电着。哦，行，我看看。你小心点啊。来吃饭的吗？王志明呢？啊，他在厨房呢。王志明，王志明，王志明。哎，您怎么来了？谁是箱子？我是。你不是？哎，你干嘛呀，妈？哎，你这个混蛋！别！你给我打！妈，快打！你干嘛呀？别打！哎，你干嘛？快打！别！先你给我住手！哎，妈！你这个狐狸精，你啊！我们细妹，我们细妹怎么对不起你了？妈，你别闹了啊！臭婊子！你别闹了，打死你我！啊啊！狐狸精！行了，老大，别生气了啊，喝口水。俗话说啊，男人学坏40开外。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家志明哥。哎呀，老大不是我说的，这志明啊，太不把西美放眼里了，居然敢拿铺子里的钱给狐狸精开店。哎呦，这种女人，就得给她一个迎头痛击，好好的教训一下她。
太不要脸了。哼，要脸呀，就不当狐狸精了。